欢迎蔡明佑、廖文成还有许书豪，欢迎三位，又欢迎，恭喜他们作品集。好，大家好，来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来，嗨嗨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廖文强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许书豪，主持人好。三位好妈吉，对，同时都发行了新的作品。对啊，变成竞争的感觉了。对啊，又是好妈吉，又是彼此竞争的对手。嗯，那四年没发是怎么会呢？那么久，就是经历了一段写不出歌来的时期。对，是真的有这种的，会找不到方向啊，就也不想硬写。对，硬写一定写得出了好几百首，但是就不想硬写。小猪哥，你有写？你有？我除非有赚钱，我才会写。所以很实际。没赚钱，平时我不用写。那要不要也分享一下？因为毕竟手上有带自己的作品。好，这个。谢谢。这是我的第三张专辑，然后这个专辑里面有收了很多跟以往做音乐比较少用到的声音，例如有狗叫声，还有甩尾的声音跟尖叫声，都是我自己在那个车子里面去收的，或者我在游乐器材上面去收的。尖叫声也在车子里面收的，是？哎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而且狗叫声也是他本人叫的哦。对啊，不是，车子里面可以做好多事情。没有啊，我不会发出狗叫声。没有，不会。哇，不是发出来，哪招？还有文强，嗨，这是我的新专辑《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》。对，那也是在今年就发行的一张专辑。这张专辑讲了很多是关于走出低潮啦，或者是就是自我反省的，就是对于生命的一些事情。你刚好可以送给敏佑哎。其实我自己有买一张，他有去买哇。对，他还有拍特别拍照给我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退货。有没有结账？再拿发票给你看。对对对，跟你请款。你要不要上？三个真的是好朋友，可以这样互相的开玩笑。没错。但是现在。他们想要怎么样？要起来合唱。对啊，那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我们虽然说我们来参加妈吉好友的环节，但是我们想要唱一首《普通朋友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普通朋友，掌声鼓励，普通朋友。I can just be your friend.
朋友后，很少有明星好妈吉一起合唱，然后做这么完整的一个作品呢。对呀，你看这种太完整了吧？我们其实花很少很少的时间准备，就今天第一次练团的。我刚刚那个表演是练的，不要了啦。就今天第一次练团，我刚那个表演是练的，不要了啦。在后台问说，哎，这个蛇拳是什么啊？就是你要不要没有，应该是说我们就是找一个共同的偶像啊，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陶喆，那刚好 MV 教练过，对啊，明白了，明白，真的表现得很好。然后他很用心哦，他就自己拍了一个影片，说他独立这样唱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们来练团，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，他的影片，然后我们自己在家里弹，然后晚上就看着他的影片，哎呀，练琴。真的真棒，好，感觉他们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没错，然后进行 match 爆很大。三个人友情到底坚不坚定呢？马上进行拷问，请问如果蔡明佑和萧敬腾同一天要开演唱会，两个人同时找你当嘉宾，你选择去谁的演唱会？你好好回答哦，叔叔好。完了，哇，这完了。你是不会蔡明佑，蔡明佑怎么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欠他一场，因为他那天我表演的时候，他过来，然后先到后台送我东西，很好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先回报。哦，下一次你真的是跟萧敬腾办同一天，好，看他去哪里。好，我就看他哪一天办，我就办那一天。对，我们录影存证，好不好？好，有没有过？三二一，有啊，有啊。好，下一位，好，换我。三。来了，憋死了。请问，如果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专辑，你会买廖文强的还是许书豪的？哎呦，这都这样子，只有一张。我会买许书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廖文强我已经买了。哇，高情商哎。有没有过？三二一，哇！他没有遇到哎，他是一直在冲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你们三位都是高材生，蔡明佑是师大，许书豪是交大，廖文强是台大。你觉得三人当中谁最笨？我吧。怎么说？因为我每次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，所以我很怕这个环节。那你还可以考那么好的学校？对啊，你台大。你这个解释太久了，先让我下来好不好？好，下来。好，下来。好，下来。好大！你不要下来，我让你下来啊！不是那种下来啊，给你美梦成真的，真的很大声哎！最后我们来听蔡明佑唱新歌《独占》。
我们先从这边树豪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作品。好，我这张专辑是我第三张专辑，然后里面有十首歌，也是跟以往一样，在编曲上面都是我自己编曲，所以放了很多有的没的小声音，但会听到会有很多小惊喜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张专辑《真心话冒险王》。很好听，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明佑，我最近发行了我的第六张，你 CD 最大张没有？你 CD 好大，对，我 CD 最大张《变心记》，然后这张专辑其实是有别于大家以往看到的我，其实我把我的黑暗面很真真实实的呈现出来。重点是9月28号，我会在台北的华山 Legacy 举办我的个人的《变心记》的台北场的专场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。太好了 ，OK，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，谢谢三位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旁边吗？有点像艾莎，是歪掉的那种。